Hello， 我是惊奇，好久没玩食玩了，今天来玩这套三丽鸥可爱蛋糕店。这套盒子可以拼成特点场景，所以千万不要扔掉了。来看一下款式图，又是一些只能看不能吃的东西。店铺的招牌 Kawaii Cake Shop 可爱蛋糕店， Kitty 草莓蛋糕，茉莉兔这个是饼干吧，这是美乐蒂的蛋糕卷，打包带走的蛋糕盒，大耳狗蛋糕，这是一杯水果圣代，这个屁屁一看就是布丁狗本狗了。第三款是趴下狗巧克力蛋糕，双层的蛋糕架，它是有一点珠光材质的，这一看就是库洛米，那这个耳朵一看就是美乐蒂。双子星这款看起来奶油很多，这个盒子很好看，刚好可以把三个蛋糕放进去。布丁狗和趴下狗的泡芙冰淇淋，就这个看着也太好吃了吧。布丁狗这个就是巧克力味的，这两杯是双子星，还配了个星星塑料勺。这几个饼干真的太小了，双子星的 Hello Kitty 大耳狗，还有一个巨可爱的大眼蛙，想把它直接贴在指甲上，把它们放进袋子里就有那种亲手包装礼物的感觉。准备好，可爱暴击来了，当当，天哪，谁不想收到这一盒可爱的点心呢，这玩意儿我一口能干四个。这是一个双层的 Hello Kitty 草莓奶油婚礼蛋糕，一颗一颗的小草莓，细节做的也不错，蛋糕托盘上面的图案是草莓国王。有一盒花茶，贝壳的糖罐，打开里面是棉花糖吧，一块柠檬味的大耳狗切角蛋糕，这个看着好好吃啊。然后就是用大外包装盒折成的场景，用食玩把它摆满装饰一下。